大家好，我是香港长跑运动员徐志坚，香港排名第一。在2015年，我辞咗职转为全职跑手。后果咁嘅决定咧，系因为我想完成自己嘅梦想嘅，咁就系希望可以参加下一届嘅亚运会啦，同埋奥运会嘅，咁所以要专心一致。实现梦想唔系一件容易嘅事，但梦想令我每日想变得更好，跑得更快。为咗达到呢个目标，要有高质素嘅训练同埋跑鞋。一对好的跑鞋最重要够贴脚，同埋一个好的爪脚型嘅。当我一着上 Empower 第一个感觉就是很轻嘅，但系脚踭位置咧仍然感觉很实在，而且鞋面是很包脚嘅。虽然对鞋是很轻，但都充分感受到对鞋缓震的感觉。因为呢对鞋的 wave 波浪线咧系由脚踭去到中掌的位置嘅，咁独特的波浪设计咧会减大减低很多的冲击力啦，咁同埋会提高极佳的缓震效果嘅。找地对道跑来讲是很重要的，一个好的找地能力可以减低能量的流失。 Empower G3 是针对脚掌落地去设计的，它是跑鞋的前掌部分，穿着它找地的感觉是很好，很轻和很稳定的。对于我来讲， Wave Empower 是一个很好的比赛和练习的跑鞋，穿着感觉很好，我有信心它可以帮我去梦想迈了一大步的。 Mizuno Science